哎呀，回来第一件事，先接一下无线电好了，有什么事要说的？This is Lifepod 6. I have a passenger on board. Coordinates 等一下，attached. 那有 We've landed a kilometer 第六from the 号逃crash 生舱 site, 来but 了。there's radiation in between us and the rendezvous. Request immediate assistance. Six out. Signal coordinates 优 corrupted. 先安排坐标已发 Approximate 射，我们在 transmission 极光处最 origin 火源 recorded 附近 to 坠 debate. 落了，但我们的汇合处充满了辐射，而且我们只有一套防护衣，要求支援完毕。Signal 那 coordinates 个，目 corrupted. 前第十天呢、欸，Approximate transmission origin recorded 我 to 有防护 debate 衣 debate. 啊，我现在应该不需要逮你吧？打开来，哎、欸、咻！一直有人说这个医疗柜可以拿了又拿，拿了又拿哈，这个一趴，等它充完之后又可以再拿了。然后大家说这个我的船家灭火器怎么不丢掉？船家灭火器嘞？哎、欸，灭火器喷了、啊，灭火器果然就在这不是吗？我觉得，我再把那个叫什么 AUO 哦，循环呼吸罩哎、欸，好像很强哎、欸，我可以做了是不是？在潜入深水使用调节器，可以呼出二氧化碳、接线盒和纤维布，接线盒和纤维布，循环呼吸罩，好像很强哎、欸，好像很强，我好想要哦。来看一下哦，接线盒要2个银矿，那什么布什么布什么布，纤维布要2个，我没记错的话是要2个，对，2个海藻块。那我现在要去拿海藻，要去采一下银矿，顺便我看一下，顺便我要把我的那个天鹅号做回，海鹅号做回来，还要拿铅呢，我也没铅。哦，东西先放进去。这里有细胶，有智能晶片。这个种子先丢掉好了。这个种子不知道干什么用，种子不知道干什么用。有钛锭，有金块，下去拿一些东西好了。钛锭存一点回去。哎咻，哎咻，哦咻。这个三苦恼样本，也丢掉一个好了，让我的空间更多一点。奇怪，为什么？里面都放一些怪怪的东西啊！不是我在说，真的很怪、欸。好喽，走喽，下去丢我的垃圾。把垃圾丢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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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掉。哎、欸，等我丢了什么？丢了什么？有些东西我该丢吗？我丢到底丢了什么？哦，我把医疗包也丢掉了吗？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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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害我吓到了，我想说。我到底丢了什么鬼东西出去？扫描好了啦，刚刚这个漂浮的漂浮者，扫描。嘟嘟，漂浮者外星生物扫描完毕。那这个能不能扫描？这个不能扫描，可惜。那我们继续的去走，先去拿那个，先做出东西再说。哎、欸，其实这里很多碎片呢、欸，到处都可以回收那个钛锭，好像钛锭十分不稀有哎、欸。先把那个布做出来，砍2个海藻块，好了好了，2个了，还有银矿石，哪里还有银矿石？我要做个那个叫什么？我忘记我要做什么了，金鱼脑。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了，先来打这个好了。做出一个纤维布，等于，然后我要做接线盒嘛。接线盒之后，哦，循环呼吸器，差点忘记了。好了，我有布了，那个有这个都不是啊。再回去拿循环呼吸器，呼吸器，我要呼吸器。等一下，我的箱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我很好奇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咻。箱子里面有，哦，有电池，有电池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打造动力电池了？那我的海鹅号是不是很快又会回来了？好像不错，动力电池有，哎、欸，竟然可以做、欸，哎，真的可以做、欸，哎，哦，我现在海鹅号还差什么？再看一下，
看一下我的 PDA， 海儿号还差钛定玻璃，我都存着。润滑剂和铅，润滑剂要怎么做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润滑剂哦，海草种子，然后和一个铅，所以我只要再拿到海草种子和铅，我就可以，我又可以有海儿号了。哎，我拿到铅了，我刚才敲击一下拿到铅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有海草种子。哎呦，海草种子，哎，怎么海草种子其实也没有很好找。哎，银矿有了，循环呼吸器做出来了。哎呦哎呦，还要不时的抓一点鱼。哎，海草种子我看到了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哇，这次这一趟旅程十分的幸运。然后画两下，不要走。哎呦，画两下海草种子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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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，哎，满了，不行了。哎，这个不行吃。哎呦哎呦，它还吼叫了，好恐怖哦！我先回去了。啊，我有动力推进器嘛？哎，他说要更换电池，哎，啊，更换电池。有电池可以更换吗？下一个没有电池，等一下再更换好了。现在没有电池也不需要拿出来，真的没电了。那我回去了。我现在有没有充电装置啊？没有。算了啦，等之后再说。我现在用人工游，只能慢慢游了。还好没有很远。工作台做出润滑剂，我这一次拿了蛮多海草种子，应该可以做到爽。两个、三个，我还拿了什么？这个细胶，做一个细胶好了。叮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做一个接线盒，因为我有拿到铅，哎，不是啊，我有拿到银，有了接线盒，这个循环呼吸装置，哇哦，吼吼吼，先看一下，循环呼吸装置，这个防辐射头盔和循环呼吸装置两个要交互着用，哎，不能一起用。真可惜，又有无线电哦。You know Aurora, we're from a little transgov on the far side. 我们已经抢死一半距离以上了，请务必坚持住。There's no bad without the good. 他叫我们撑下去，哎，他们要来了，是不是 ？Sounds like you tasted a bunch of the former, but that only means you're overdue a whole lot of the latter. 好好好，我会加油的。Might just be we're it. We're scanning for somewhere to park. We'll be in touch when we find it. Sunbeam out. 我会加油的，好不好？太阳号要来救我们了，太好了！希望你不要骗我，我要把我的刚刚的这个拿出来。哎咻，哎咻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哎，钛锭有，动力电池有，银、铅、润滑油，哎，都有，哎，哎，我可以再做海儿号了。那顺便吃，先吃个东西好了，肚子有点饿。我要来做我的海儿号了。载具，海儿号，冰，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，我又可以乘着海儿号去找我的金金银银、桶桶水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乘着海儿号，哇，海儿号是不是可以放到有升级模块可以放？哎，哇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放？我能把小刀放进去吗？哎，不行。那制造枪，哎，也不行。那你能弄什么？扫描仪，扫描仪。这几个升级模块到底能升级什么鬼东西啊？不知道好不好？总之，我们先去找一些东西好了啦。要找什么？哇，海儿号真的有名字在上面呢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出门，我要先确定我的目标。没有目标就出门，实在很蠢。坐标已发送，优先安排成就顺序。我们在极光号损毁附近，我应该不要理他们，我应该还是以我自己活下来为最优先，对不对？自己会死，再怎么帮助别人都没有用。我应该要先做一个切割装置，对，这个切割金属切割激光切割器，看一下。激光切割器需要什么东西？哎咻哎咻，冲击炮，激光切割器，
还没有扫描到，想做都做不出来啦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也不用想太多了，我们就是出外去扫描一些怪怪的东西嘛，然后不要去母舰附近，哎，等等啊，这里是靠近母舰，我不想去母舰附近，先去其他地方走走。侦测到辐射，等一下，太夸张了，我什么时候靠近了？这里竟然有辐射，这里又太靠近了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要把头盔穿起来了。既然侦测到辐射，我现在又在那个海儿号里，应该不需要又带什么循环装置。那我要继续前进了，这里比较深，应该会有我要的东西。我回到这里嘞，这里是有东西破碎在这嘛，对不对？水深100米，感觉有一个莫名的生物，好像很凶。不管了啦，我要先来这边扫描，扫描器放到下面来。我要先来这边扫描，这里应该有很多我上一次扫描就赶快跑走的东西吧？这个能不能扫描啊？哎咻，这里有生物反应堆，哇！已经扫描过了多余碎片，哎咻！我发现我一直扫描到重复的东西，感觉好像不是很对，有没有不一样的？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酒吧桌啊，酒吧桌也可以扫描哦。好，扫描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能扫描，这是堆高机，堆高机不能扫描，太可惜了吧，太可惜了。我好想扫描哦！哇，不行了，而且那一只好凶哦，一直在那边蠕动，感觉好恐怖哦。30 seconds。哎呦，他来了，他来咬我了吗？我进入海鹅号。哦呦，这里有没有？我现在没看到有用的东西，也不要出去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就特别凶，这几个能不能扫描啊？感觉他好像在保护什么，我就很好奇他到底在保护什么。我进出去看一下，这个能不能扫描？哎咻，这个不能扫描。那这里呢？这里这个可回收金属已经扫描过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进入，也没有用，都不太能扫描。哇，浮上水面一下，哇，还是我要去再去挑战一次那个独眼巨人号，我只差一个蓝图而已，你们觉得嘞？独眼巨人号要再去挑战吗？它就在这一个的后面嘛，正后方。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赌命的行动啊。赌命啊！再死一次，而且那边又暗，又不容易发现任何东西。即便白天过去，跟晚上也没什么差别。暗的要死，哇，好多鱼撞到我。这里，我是不是全部扫描过了？哎咻，好像是。无线电又来了啊！最近好多无线电哦，光今天一天就有三四个。这里有我打开来的箱子，打开来的箱子，好啦，我再去一次好不好？这边好多碎片哦。这个水晶拿一下，石英，捡起来。还有什么东西？灰灰的，这里有，这个碎片应该可以扫描吧？可回收金属。我以为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嘞，结果不是，拿起电池，以后这个我拿到切割器之后，有机会进去吧，把这里切开来。哎呦，这个也是可回收的，我再乘着海鹅号过去好了，即便困难也要挑战嘛。沿着母舰，
这一次我们沿着母舰探索。这一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感觉是另外的东西哦。独眼巨人碎片！哎呦哎呦，赶快扫描！哎哎哎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剑桥碎片。哦，独眼巨人碎片，这个是剑桥蓝图，发动蓝图，原来是分开来的。原来是分开来的，我以为独眼巨人号我就快要拿到了，想不到还久的嘞。哇，这个柱子好长哦，这个可以扫描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一直在震动？哎呦哎呦，